우리 새로 얘는 같이 가요. 좀 그 소리 하니! 너는 기억 안 나? 영심아? 演员李东海回归小荧幕啦！这次搭档宋世云主演的《欧英星》首播预告出炉。제가성격이렇게진하다도야상처는받거든요영심이는영표영표는영심아니야나도연애알아나도잘제가한번꽂히면무섭게해내는제가한번잘해볼게요정말들제가원경태를보니너는기억안나영심아그래서말인데우리새로얘는같이하는좀그소리하니东海这次饰演 CEO， 宋世云则是综艺节目 PD。故事讲述30多岁的男女主角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后再次重逢的故事，轻松搞笑的内容，再加上东海时隔8年回归演员，一定要追起来的。너는기억안나영심아巴拉采访组整理报道。